失礼啊！我唔知原来你心内这么孤单，这么惊无伴，才会凊彩讲出离婚这两个字，害你受到伤害，真正是足失礼。我想要离婚啊！要离婚。这里放心，我要一万一万，我每个讲出要离开你这种话。阿婉奈困在眠床啊，车船呢？刚刚已经在走啊。宝宝来了，妈咪刚才帮你找一个芭比。你芭比想要哭哦，妈咪绝对袂嫁予伊。芭比终于跟妈咪求婚啦，以后咱一家三口做伙幸福过生活吧。爸比虽然无爱讲话，啊，不过其实拢会点点关心人哦。我煮烧汤要给你啉啊，你太少给你。就是啦。你要去倒啊？哦，汤伤烧啦，我想讲我先去洗身躯，等下才啉啊。我啥无啊，规身躯拢臭酒味，是变哪款啊？所以汤你会啉吼？当然啦。安尼，下暗你会困伫遮？这是咱的房间啊。其实我就。我唔对，是的啊。